今天这个 app 的软体真的算是蛮厉害的啦，它可以快速让我们人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。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小小细节需要注意，像是我们的个人特色、个人的痣啊、胎记啊这种，全部也会一并的被消除掉。所以，我们最后摄影师还是需要做一个最终完稿的部分啦，就把这些个人特色加回来。我们已经在 app 里。今天这个 app 的软体真的算是蛮厉害的，它可以快速让我们人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小小细节呢。还是今天这个 app 的软体真的算是蛮厉害的，它可以快速让我们达到一个完美。今天这个 app 的软体真的算是蛮厉害的，我们可以快速让我们人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，但是有一些小小细节还是需要自己手动把它加回去，像是我们个人特色。像是痣啊、胎记啊这种也会一并的被消除掉，所以我们最后还是需要手动的去把这些个人特色加回来，才可以达到我们最后输出的等级啊。但是我们今天这个 Apple 的软体真的算是蛮厉害的，它可以快速让我们人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小小细节需要注意，就像是它会一次的把我们的个人特色消除掉，我们的胎记啊、痣啊，这种个人特色全部都一并消除，所以我们最后摄影师还是需要做完稿的动作，就把我们的痣啊、个人特色把它加回来，这样才是完整的作品啦。今天这个 app 的软体真的算是蛮厉害，它可以快速让我们人达到一个完美的效果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小小细节需要注意，像是我们个人特色也会一次把它消除掉，像是我们痣啊、胎记啊，全部都被App 里消除掉了，我们最后还是需要做人工的最后完稿。今天这个 App 里软体真的算是蛮厉害的，我们可以一次快速的把我们的人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。今天这个 App 里软体真的算是蛮厉害的，我们可以快速让我们人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小小细节需要注意，可能像是我们的个人胎记啊、我们的痣啊，全部也会被这个 app 里一次把它消掉，所以我们最后还是需要做微微的去完稿的动作，把我们的个人特色、把我们的痣全部把它加回来，就可以快速后期解决完稿，快速交件，客户开心，摄影师开心。哎呦！